5月22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朗润格政论坛在北京举行，多位学者研判中美贸易及中美关系的挑战和前景。作为首位发言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开场提到，去年曾谈过相关话题，遗憾今年问题仍存在，还可能恶化。他今次讲话涉及三个方面：美对华发动贸易争端根因、中国经济受到的影响及中方未来如何应对。林毅夫首先表示，美国跟中国买东西因其国内有需求，之所以从中国进口是因为中国产品价格低、质量好，若换作美国国内生产，成本将升高，本国百姓将付出高代价，没有读经济学都知道这个道理。从中国进口啊，产品的价格比较低，质量比较好。当然有些产品呢，美国大概自己也可以生产，我想美国没有说不能生产成衣，美国没有说不能生产皮鞋，但它呢，如果在国内进行生产的话，那它成本要非常的高，那它老百姓要付出非常高的代价。他续指，谈国际贸易时要从一个国家与整个世界的贸易顺差或逆差来看问题。美国是逆差非常大的国家，主因在于消费太多，储蓄不足，要解决问题需从国内看。美方想用增加对中国、加拿大、墨西哥、欧洲、日本的关税扭转逆差，实际情况是适得其反。数据显示，美国过去一年逆差不减反增，2018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增加 12.1%，对中国贸易逆差增加 11.7%。 林毅夫表示，美方是开始就贸易逆差说事情，后来又诉诸解决贸易不公、强迫技术转移等问题，但有关指控并没有具体证据。耶鲁大学就有学者认为美国对华301调查是在泼脏水。针对强迫技术转移，林毅夫以汽车行业为例强调，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市场，通用、福特的利润主要来自于中国，将最好的技术带到中国是自身需要，并非中国强迫。通用跟福特现在在中国生产的汽车比他自己在美国生产的汽车多，通用跟福特他自己的这些利润主要来自于中国，所以呢，他用最好的技术到中国来生产是他自己的需要，并不是中国强迫的。正如哈佛大学前校长、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美国财政部前部长萨默斯所言，中国技术进步靠自己，并非舶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是林毅夫在之前采访中提到的一句古语。当天他也强调，美方的系列举措旨在遏制中国的发展。特朗普为什么老要用贸易逆差还有这些所谓的不公平竞争的方式来谈？实际上呢，我个人的看法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实际上是看到中国发展的这么快，他想呢来遏制中国的发展。林毅夫表示，即使有贸易摩擦，中国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对世界经济增速贡献最大。针对下一阶段中国该如何应对的问题，林毅夫认为最重要的是保持定力，继续坚持既定方针，全面深化改革，按照五大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对当前世界来讲，最重要的是发展。在全世界对经济发展持较悲观、迷茫态度之时，中国的开放会给其他国家带来共同发展、共享发展的机会。